在我们身旁。相依相恋，情深意长，江山就是人民，回肠里胸中吉祥，为了千秋为念何时的是感觉一定要唱出来，一定要喊出来。唱这首歌词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真的很澎湃，非常激情的一个时刻，感觉自己好像也回到了自己的学生年代。不想仅作为观众，想作为他们中的一份子，跟他们一起去唱响这首歌。教书育人就是培养啊，这个种子啊，让它散发到全国各地去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真的觉得是领航中国在新的征程上。生在这个时代，我也感到非常的庆幸。学生们。就是一定能够担当起那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光荣的使命。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航下，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。